孙楠，干嘛？下车！帮我把这个交给林夕，得让他们以为同学们还在车上，这样你们才有机会。孙楠，孙楠，孙楠下来！孙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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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嘛？下来呀！孙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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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孙楠下车！干嘛呀？孙楠，孙楠，孙楠，孙楠。苏南，我叫苏南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要不是苏小姐今天来找我，家里恐怕不就是你的灵堂了。李希，你千万要小心，如果走投无路的话记得来找我。有一份热，发一份光，就离明火一般，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，不必等待炬火。死后如既没有炬火，我便是唯一的光。这是鲁迅写的，刊登在新青年上。读书有用，讲道理也是对的，只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，总有一天全都解决不了的事情，道理可以，靠拳头走不下去的路知识可以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，但是你要想想小袁，还有你那些兄弟们，你也要支棱起来。不管你接下来做什么，我都会站在你身边。只有往前走，才会有好事发生，不是吗？谢谢。林夕。
希望我们还能再见面。